去，快来啊，我们可没时间等胆小鬼。亲爱的，你真该去看看我们在湖面航行的情形，我真喜欢航海。我一点也不喜欢。哦天哪，邓叔叔把他的船给你们了，他可真慷慨呀。很有趣儿。师爷，九龙岛上为什么会有人摇铃？九龙？哦，对了，那里有人给您送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。哦，是的，菠萝蛋糕，这怎么能忘呢？太好吃了。我们又有理由抽出一下午的时间出行了。什么？我们可以驾船去九龙岛，在那儿拿到美味的点心，然后回来吃晚饭。在湖上泛舟是一回事，在大海里航行可是另外一回事啊。是啊，老爷，海上天气多变，尤其是在南边。可是你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不错的水手啊，我们会没事的。师爷他们要驾船出行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你不是很喜欢驾船吗？我以为你想去呢。是啊，听起来很有意思。看姐姐，我是市场上的一只小鸡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你的哥哥一定没告诉你吧，他是个胆小鬼，他都不敢跳过胡同的墙角。你们跳过去了也不能说明那就难跳啊。你知道什么？亲爱的，一定要小心呢。我会的，我亲爱的小梅花。事实上，我想带着冬瓜和我一起去，他会给我带来好运气。哦，我要坐船了。哇哦！这些绳子是干什么用的？我们称它为船上的绳索。我的名字叫王洛，欢迎你上船。是的，这些绳索对水手非常有用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将船停在香港，如果不是这些绳子，那天的风早就把我们刮跑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冬瓜。嘿，你说你曾经去过香港？我去过很多次呢。哇，海上的风浪真大。别担心，快抛锚。谢谢你。